要不然他们的秃顶的脸就会剪光头，要不然他们的秃顶的脸就会剪光头。你太短了，他就整个他的头上没有毛，美国人很在乎他头发剪的短。要不然他们的秃顶的脸就会剪光头，你再给他再剪再短的话，他松不起。美国顾客没有什么感觉，因为剪头发都是一样的，头一个头剪头发都是一样的剪啊，只是我们不懂的英文，然后别人翻译给我，我需要别人翻译啊。美国人，我最早以前是跟着师傅学的。 然后去福州了2年以后，然后我就开的小小的第一家店。我一开始跟福州人剪头发，我是给人家打工啊。一开始来美国，我不是自己开店啊，我要给人家在人家店铺里做工，然后人家知道我是福州人了，慢慢的福州人介绍福州人来找我。 I feel comfortable if I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barbers in Chinese, and I can say what kind of style I want.